Hello， 我是阿伯。嗱，话咁快咧，又翻嚟啦。咁上一条片咧，我哋都有提过，会再介绍咧另外一只小品嘅游戏。咁今次咧就同大家睇下一只咧都几过瘾嘅小品游戏 ，Fail Factory。呢只游戏支援嘅平台咧系 Quest 同埋 Rift， 有 Crossbuy。咁游戏背景咧系讲玩家去咗一个机械人嘅工场度打工，主要咧负责分零件、测试机械人同埋搞破坏。游戏咧都支援多种语言，有英文，有强文，就系冇香港人文，扣分。游戏嘅关卡咧其实都几多嘅，咁个玩法咧都唔算好难。呢一类攞高分、储星星、解锁新关卡嘅游戏咧，永远都有佢存在嘅价值。好啦，咁一入游戏咧，都系个小教学啦。咁首先咧就系分类。嗱，大家咧要将相同颜色嘅零件咧掉翻入去对应嘅回收点。咁开头热身咧就当然容易啦。之后咧，除咗颜色种类会越嚟越多之外咧，速度又会越嚟越快啦，骚扰你嘅障碍物咧，亦都会多好多。好啦，咁跟住呢个咧，就系将零件好似夹公仔咁夹落去中间。个操控性咧都几得意嘅，佢后面嘅关卡咧都真系唔易玩嘅。好啦，跟住呢个咧就好好玩啦。嗱，要测试下个机械人嘅活动能力。个控制台咧就有头手脚嘅喐动啦，咁如果行得太步咧，佢会一字马嘅。嗱，呢个 game 咧个构思真系几好嘅，关卡又多。咁虽然咧个模式就变化唔系好大，但系当你越开越多关卡嘅时候咧，唔觉咧又玩咗两粒钟啦。嗱，咁唯一一样嘢咧要提醒各位嘅，个关卡咧场景模拟一条隧道咁行。如果咧有 VR 云嘅朋友咧，单起一只眼等佢行完，咁就唔会晕噶啦。咁我推唔推荐呢隻 game 呢？我推荐嘅，佢画面咧同埋操控都 OK 嘅，又系一隻咧好适合一家大细玩嘅小游戏。好啦，咁呢隻 Fail Factory 嘅小游戏介绍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嗱，我剧透一下，嚟紧咧会有一个超级新春有奖问答游戏，仲有个可爱系嘅靓女嘉宾出场。咁大家记得揿咗通知钟仔，冇 miss 咗啦。我是阿伯，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广东话频道 VR VRHK， 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